嗱，咁咧就今日同你做個訪問咧，就第一件事就好關心你哋個品牌啦，因為都成立咗好耐嘅啦。係啊係啊，差唔多18年。18年咯喎，咁或者你哋其實整個公司個發展咧係點嘅情況嘅咧？其實我哋公司咧就初期咧就係批發美容院嘅產品嘅，咁就係攞一啲批發嘅產品咧就賣落啲美容院嗰度。咁然後我哋就自己有廠啦，開始，咁我哋發明咗一啲蔗糖霧露啦，係我哋香港個王牌製造嗰個產品啦，咁係我哋自己研發自己做啦。咁做咗之後咧，就開始好多街客咧去問我哋攞貨，咁啊開始慢慢就入咗屋企啦。咁啊又見到賣俾美容院咧嗰個毛利唔係好高，咁同埋就美容院嗰個渠道咧就好窄。而我哋咧開始發明一啲產品之後咧，就慢慢佢哋就會帶嚟一啲需求好大，咁我開始就成立咗個網購。咁其實即係網上銷售嘅情況係點嘅咧？你或者分享一下呢一方面你哋拓展呢個業務嘅情況啊？網購因為佢主要成本低啦，咁啊營運嗰個敏捷度會快，同顧客嗰個，因為更新嘅公司資料會好快，更新產品嘅資訊又會快。咁啊，令到顧客可以好快咁接觸到我哋嘅產品，咁同埋網上個慳咗個租金咧，我哋將個性價比俾翻個客户，咁所以帶來一個好快嘅一個迴響咯，咁啊令到好快速件事就可以成長咯。咦？咁但係好似你哋做咗網購一年到啦，喺2007年咧又開始有呢個實體店喎，從呢個電話訂購啊，用呢個網購嘅方法到呢個實體店嘅經營嘅時候咧，考慮啲咩因素呢？因為我哋好多顧客咧，因為我哋始終喺屯門啦，我哋嘅香港製造個廠房就喺屯門，咁就好多人都好想接觸我哋嘅產品，認識多啲。咁我哋就毅然就嘗試去開一啲實體店咯。咁我哋會揀咗一啲香港比較旺啲嘅地區。咁但係地區得嚟咧，但係我哋係屬於樓上鋪咯。希望個租金就冇咁大壓力咧，將嗰個成本咧可以俾翻曬嗰啲顧客嘅。咁你哋嘅產品咧，能夠做到呢個價廉物美啦。咁啊，所以你都得到呢個卓越商界奇才嘅獎項。你哋點樣喺呢個咁大競爭性嘅環境突圍而出呢？啊，研發咯，都係自己研發。譬如蔗糖霧露都係自己研發啦。同埋我哋會送好多試用裝俾顧客去體驗我哋嘅產品。哦，咁即係其實你哋競爭優勢就喺呢個價錢同埋個品質上邊啊。係啦，冇錯。其實你們除了在這個產品上面多元化，事業做得很成功，另外最深刻印象就是你們對社會都很關心的。最近都拿了一個公益慈善家獎，或者你可以分享一下裡面的心得。我覺得因為一間公司如果應該開始有盈利的時候，應該要去做多一些維護社會的事。咁同埋我爸爸咧，亦都會教識我好多。佢好熱心公益嘅人嚟嘅，感染咗我好多。咁所以我哋公司都會做好多慈善嘅活動啊，送好多嘅產品俾一啲慈善嘅團體去協助佢哋去做佢哋嘅慈善嘅活動啦。我哋公司有義工團啦，去做一啲步行啦，啊同埋嗰啲探訪啊，咁啊都會參與呢啲，多啲去回饋社會咯。我自己覺得。咁你哋公司未來嘅發展大計咧，有啲咩嘅願景咧？我哋未來就會發展幾個方向啦，就想衝出香港啦，即係帶領香港一個品牌，香港製造係可以衝出香港啦。咁第二就係再希望香港可以再鞏固啲個市場，希望令個網點即係或者係個銷售點係可以能夠鋪得更加廣闊啦。咁同埋我哋會再發展一個造假嗰個嘅。那個行業，即係我哋會嚟緊一啲鋪咧，都會加埋一啲造假嘅一啲嘅項目，服務嘅項目，都係我哋嚟緊主力推嘅一啲地方。咁其實咧，你哋喺事業嘅發展啦，都得到呢個社會嘅認同噶。咁亦都攞到呢個榮譽嘅博士獎啦。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心得同埋感受啊！都係覺得多謝社會的認同，我覺得，所以我覺得應該回饋社會很重要啦。咁啊，都係做好如果每一個企業都做好自己本分係最好咯，即係對社會都有貢獻嘅話，咁即係好多謝人哋欣賞咯呢樣嘢咯。咁今次咧同阿楊生做個訪問咧，我都學到好多嘢啦。咁原來咧香港喺工業上面發展咧，亦都係建基於香港嘅一個品牌。
咁亦都係得到社會嘅認同啦。咁所以我哋咧就相信俾到我哋香港人好多嘅鼓舞。事業之餘咧，成功亦都係關心呢個公益事務。咁希望你哋將來嘅發展會更加好啦。好啊，好啊。好，多謝曬楊生。多謝。